好，直接来，直接投吧，投不了三二。
纸。怎么回事呀？哦，你们俩在 battle 呢？怎么 battle 啊？那那个女心凌 battle 一轮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在你旁边。啊、哦，急了急了，来，我下吧。我先说，如果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你是好人身份，就投他，因为我下一局我能带节奏。那我发言。那现在呢？你们就投我吧。但是如果你们如果就是还有人被杀的话，那就是第二批要杀的。是的。就是第二批。就是
搞错了。你这做那个撒娇的那个，你要是我。